今天我要为你们介绍一个对我们居家环境很重要的一个产品啊，好像现在我们的这个 COVID-19 呢，这个眼睛看不见的细菌搞到全世界那么乱，所以如果我们有一架机器能够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生活中的这一个细菌，那个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COSFIT Aspen 空气净化机。为什么市场上有那么多的这一个空气净化机，为什么要选择 COSFIT 呢？所以我现在为你们讲解，其实我们的 COSFIT 呢这一台机器呢结合三大功能，这个三大功能呢，第一它能够分解我们这个空气中的那个大颗粒的污染物，第二呢我们能够消除那一个有毒气体，有毒气体哈，那个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空气中的阿摩尼亚那些氨的东西都是有毒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来过滤。第三，我们这一台机器不单只能够阻止细菌，而且它能够杀死细菌。所以接下来呢，我要为你们介绍我们里面的那一个过滤网 filter 的功能。现在呢，我就要讲解我们的这个第一层的过滤网。其实我们这个 Aspen 空气净化机呢，它其实全部都有五层，但是真正要换的呢，只是三片。所以呢，我现在从第一层开始讲起。第一层呢，它叫做 Pre-filter。这个 Pre-filter 的功能呢，它就是能够先帮助我们过滤空气中的那个大粒的颗粒，那些微生物，那些大粒的灰尘啊，那些头发、毛发啊。还有那些好像如果我们有养宠物的话，那些宠物的毛发它能够帮助我们在第一层的时候就过滤这些这些物质。然后呢，这个第一层是不需要换的，这个第一层呢你只要每星期或者一个月去清洗就好了，用水来随便冲凉，牙刷来随便刷刷它，这个第一层就是那么简单的保养。接下来我们去第二层的讲解。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层，第二层的这个 filter， 第二层 filter 它叫做 SHE oil filter。 这个 SHE oil filter 有什么功能呢？主要针对香烟，还有那一些臭味啦，我们吃榴莲的味道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家里的这一个煮菜的时候的油烟味道拜拜的油烟味道。所以这些油烟呢，这个油呢是有时候散发出来是随着空气它能够粘附在我们的墙壁或者在我们的家私，所以这个油呢也是一个有害物质。所以这一个油当它遇到 SHE oil filter 的时候，它会直接 block 着，不会再透过，它会 block 着粘着，它只有那个烟可以过，油是一定 100% 过不了。所以这个第二层的这一个 SHE filter 它发挥的功能就是消除烟味，消除油味。所以这一个 filter 第二层的 filter 呢，是建议每六个月到九个月就可以更换了接下去呢我们再讲第三和第四层，它是在一起的。好，现在我们去到我们的第三和第四层 combine 的这一个 filter。 这个 combine 的第三和第四层 filter 呢，它叫做 BioWave and Nano Fresh， 结合了我们的纳米技术。这个纳米技术呢，能够有效的不单单只阻止细菌，它还能够杀死细菌。所以这个杀死细菌和能够帮助我们排除这个有毒的化学物。什么叫有毒的化学物？我们家里洗地啦、抹地啦、洗厕所啦、洗碗水啦，这些东西所散发出来的有害物质，来阿摩尼亚那些氨啊、钾的成分都是有毒的，它都存留在我们的空气中。所以来到这一层的 filter 的时候呢，它能有效的帮我们消除这些空气中的有毒有害微生物的成分。所以这一个 filter 呢，也是建议你差不多是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面你可以来兑换。还有更重要的，我们这一层呢是结合了这一个环保的技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使用的是那个活碳成分是无害的，所以那些成分呢，如果我们
换这个网的时候呢，这一片网你可以放去你的花园的土地上，放在土地上时间久了它就会被泥土吸收，所以简单来说其实这个活性炭呢也是泥土成分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结合了纳米技术加上这一个环保的这一层 filter。 好了，所以这一层你们会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最后一层的 filter。接下来我们说到最后一层哈，最后一层呢它叫做这个Bio HEPA Filter。 我们的 HEPA Filter 跟市场上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的 HEPA 加上一层 GOOD 再加上一层 GOOD 的 BREAD 的这一个技术，就是能够杀菌。所以呢那些细菌来到这一层的时候呢，在 filter 过来，如果没有死的细菌来到这一层呢，它不单单只是阻止细菌，它能够杀菌。然后呢我们的这一台的机器呢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一个重要的这一个point 呢，就是它能够防水防潮湿。为什么说防水防潮湿呢？因为如果你的细菌呢被阻挡没有被杀死的时候，那个细菌如果越来越多的细菌粘在你的这个过滤网，而且你又没有换这个过滤网，细菌就会越生越多，当然它还没有死，所以它来到这里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细菌滋生的地方。所以是对你的环境不单只是没有帮助净化空气对它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潮湿，潮湿就会散发有毒的气，这个气体又能够出来你的这个空气中。所以我们这一台不单单只阻止了细菌，而且还是杀死细菌的功能。然后呢过了这一些全部的 filter 之后，所散发出来的空气呢其实是含有大量的负离子，所以这一台机器只要经过这一些全部的 filter 所 filter 出来的，就是一台健康的对我们的居家环境有一个空气清洁的环境，所以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我们的免疫系统呼吸系统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今天我所讲的并不是我单单用我的口来讲，其实我们是有科学认证的。所以呢只要你如果想要买这台机器的话，要来拿这个科学的根据的认证书，我们可以 provide 每一间 Causeway 的 center 我们都有这个认证书可以 provide 给你们看，是经过我们的这个环境来认证的产品。所以说呢今天如果真的想买一台机器，先货比三家，然后把我所说的这些重点再来货比三家，你就是能够真正做出你最明智的选择。今天你就可以到我们的科斯威每一间商店去询问价钱呢，原本是3888，可是在现在我们开始到8月31号为止，我们做这优惠2888。不单止如此，你还可以免费得到这个全部的这个 filter 是免费的一套。所以呢今天就开始做出你的选择吧，谢谢。